深水埗主场对住系李文嘅一个系比赛啊。咁啊，今日嚟讲啊，深水埗亦都有新球员加盟啦。咁啊，朱慧君，其实就开赛初段嚟讲咧，其实就都见到佢哋系几有决心，希望系两连胜啊。咁啊，始终就啱啱对上嗰场咧就赢咗系香港 U23，一开波时间亦都见到啊李文嚟一个系嘅埋门啊。咁啊，张希贤。同呢個立法靈有一個配合啦，可惜啊個角度比較窄啊，咁啊起腳嘅時間亦都俾奧力斯咧就係擋到嘅。好啦，跟上可惜啊，深水埗一個係前場嘅壓迫啊，成功係逼到，但係可惜咁啊，朱偉君完全唔知道自己嘅越位啊，咁呢個波又俾球員吹罰咗嘅。咁啊，跟手亦都見到就艾華頓有一個反擊嘅機會啦，先係過咗波比，再挑戰奧力斯，但係可惜。最後俾奧力斯回身隻手咧，咁樣拍甩翻個波啊！所以就即係呢下波都可以話係一個係幾黃金嘅機會啊，錯失咗。好啊，另一次嘅機會啦，咁啊兩個前鋒輪流都有起腳啊，就係首先對艾華頓右腳施射擋翻出嚟，再加係基華尼頓一個半車身，但係都唔入啊！咁啊，但係轉個頭即刻馬上就已經係打開紀錄啦，又係左後衞呢個係立花靈也。推個波埋嚟，王威同佢做一個配合撞牆，喺個窄角度之下，能夠俾佢揾到個施加路咁樣射入啊！咁啊，即係打開紀錄就好踢啦。好啦，罰球個處理俾落去底線，基華尼頓右腳傳翻出嚟，徐雲傑頭槌一頂嘅時間咧，個波相當之靚嘅角度，可惜過唔到奧力斯啊！呢個波奧力斯都飛到盡㗎啦咁啊，估唔到啊！徐雲傑的頭槌都有翻咁上下喎。好啦，依個波亦都見到呢基華尼頓一個半單刀射個中網波啊，靚啊！呢個波咁啊，助攻就係王威啊，咁啊，抖一個個頭波俾呢個係基華尼頓，心口一挨落嚟，彈地一射，啱啱就喺奧力斯嘅手頂入啊，2-0啊！咁啊，跟手亦都係除衫慶祝之下咧，咁樣攞咗個黃牌啊！咁啊，上半場啊領先2-0嘅係李文。咁啊喺下半場方面咧，咁啊深水埗亦都作出個調動啦，咁啊鄧志軍入替嘅。好啦，跟手亦都見到余慧廉喺左路嘅進攻，地波猜出嚟嘅，咁啊張希賢就好輕鬆，右腳掃下腳一側就射成3-0。咁啊始終啊落後啊嘅情況之下咧，深水埗焗住要壓上去前邊嘅，咁啊所以喺後場方面咧亦都出現咗好多嘅空間。咁啊，見到就即係加洛Sir亦都不斷喺場邊提點自己嘅隊友啊！好啦，又一次嘅機會啦，今次可惜啊！咁啊，中村遊人咧就後邊入替，但係可惜個波把握唔到嘅，底下搶得靚啊！鄭少坤冇辦法啦，咁啊，即係呢個波稍為就慢咗啲啊！好啦，跟手李康廉有一個直線位落嚟，艾華頓。一路俾阿鄭依一個係啊，徐正軒又扛住咗陳正軒，咁啊，但係都俾佢起到腳，啱啱處都處邊出界嘅，咁啊冇計啦，咁啊艾華頓以為佢開唔到齋啦，點不知啊，哇去到最後咧仲有個機會啦，今次係徐雲傑橫傳出嚟，攞順右腳燙，估都估唔到啊，咁啊即係艾華頓原來右腳都識得射波嘅，咁啊射成4-0啊，咁啊擊掌慶祝下先啦。恭喜曬啊！咁啊，即係李文喺一個咁輕鬆嘅情況之下，咁啊全取3分啊！